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서 스마일 스마일 今天早上时间呢，我通过祷告开始我们的讲课。赋予我们无限生命，用你的大爱无时无刻呵护我们的宇宙的真主宰。我们称你为宇宙智能的慈爱的大上帝。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通过你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了彻我们的人生，明白你赋予我们的天命，让我们每个人这一时刻能够将心门向您敞开，让您的智慧充满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有一双能够看到以前我们所没能看到的那美妙的真实世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大家知道，我和你们都是生命体。生命体呢，就是一个被。由蛋白质构成的物质，那么生命体呢是由这种物质构成的，是吧？那么这种物质结构呢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光凭这个物质结构呢，生命体不能称其为生命体，所有的生命结构体里面都有其运作维持的机制，是吧？必须得。不断地给它供给使其生存运动的能量，而生命体呢更需要这种能量了，叫生命能，是吧？那么电视这样的电器产品呢，它由各种电器元部件组成，但是它需要电能来供给它才能运作，这是很非常显而易见的道理。那么这种单纯的科学的道理呢，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却好像人类生命体好像是例外。其实我们其原理和电视也无非一样，是吧？那么人一个人死了，说一个生命体死了，比如说一个电视机死了，什么？那么电源被切断了，那么它就是停止一切现象了，是吧？那么人类生命现象停息死了。意味着什么？就是生命能，生命的电能被切断了。那么，生命的，让生命能够活灵活现的这个能量是什么呢？那么人的生命机体啊，是不是可以靠电能来维持呢？有一部分是可以的，比方说抑郁症这种疾病呢。在我们脑细胞里面，已经编好的幸福程序呢，无法被激活，是吧？所以我们在研究基因的时候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那么我们能够感到幸福，正是已经编好了这道幸福程序，是吧？所以呢，我们能够幸福，很多人却。不幸福而感到压抑、忧郁。那么什么是忧郁症呢？就是你感觉不到幸福。有的人说我没有得到抑郁症，我不是我没有得抑郁症，但是我感觉不到幸福。那么你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抑郁症。那么幸福感到不幸的这种感觉到了一个极限，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抑郁症，是吧？那就更严重的抑郁症，虽然不幸福，感到不幸，但是我却
不认为自己是抑郁症，那么这本身是一个大的病症了。所以人本身呢，应该是幸福的，是吧？那么得抑郁症的人呢，我们说，我们从他身上可以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有一种不明朗的黑暗的东西，是吧？这些患抑郁症的人呢，都不够明朗，很阴暗。那么那些有幸福感的人呢？非常明朗非常亮堂，是吧？光明，就是脸上啊、眼睛啊都有很有神，是吧？我们说啊，这个眼睛啊，这个人的相貌上啊有神，神采奕奕，是吧？那些幸福的人会神采奕奕的。那么这种神采奕奕就是有光彩。那么这个光，我们从物理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呢？物理学角度上讲的这个光和我们这个灵性上所讲的这个灵光啊，其实它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啊。你们看这个麦克风，它是一个铁块的话，那么它是不发光的，不发光体。那么让这个不发光的这个物体让它发光呢，给它加热就行啊，热能。那热能加入到这个不发光的物体的时候，这个物体就会发生变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他们就给它加热的话，它就会发光了，是吧？也就是说，接收这个能量以后呢，它要发光的。为什么呢？从物理学的角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当这个铁块接受热能以后发光呢，这个发能啊，比如说就像这个麦克风接受热能可以发光一样，我们人体也一样，当我们接受充分的能量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也会发光的。圣经里头有一段记载说，摩西在西乃山上停留40天，当他下山的时候脸上发光，所以这山底下的这些百姓们呢都无法正面看他的脸，所以他的脸上要遮一块布，是吧？遮一块布，能够把这个光遮住。比如说，把这块铁给它烧热了，发光的时候，用一块布遮上也是看不到。这个发的摩西脸上发的光和麦克风受热发的光，这个光是一样的。从科学的角度，大家认清这个事实以后，你们才会有不动摇的信心。为什么会发红的呢？发光的理由是什么？谁能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你们不在高中物理化学课上都学过吗？你们不懂这个道理的话，大学也上考不上的是吧？高考完了都忘了。那么我们有一个让我们感觉到它是光的物质啊，不断外溢，是吧？这个外溢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光子，是吧？光子像这种粒子呢，不断的外溢，所以说这种光子的光波呢，我们眼睛呢视网膜可以感受到它，是吧？所以说你们看这个日光灯啊，太阳啊，所发射过来的这个东西都是光子，是吧？这个一个房间里这种光子充满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啊？就说耀眼。说光子数量少呢，我们就说这个房间里这么暗，是吧？明暗取决于光子的多少。我们把它称之为 photon， photo 是照片光的意思，是吧？那么这个光子为什么会外溢呢？从这个不发光的铁块里，光子外溢的原因何在呢？因为这个铁本身呢是由原子构成的，是吧？原子核的结构呢，原子的结构呢是由原子核，然后原子核的周围呢不断的有
这是原子核。哦，原子核周围不断的以光速运转的是电子，是吧？大动静就是大动。我们看物体都是在静止的状态下，其实静是大动，是吧？你看这个光子运以光速运转，就像螺旋桨转得非常快的时候，好像没有似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光云，我们把它叫光云，电子云。所以各个电子呢都有其运作的轨道，所以当它从外边受到人的热能的时候呢，这个电子的运转呢就被加速了，所以它这个轨道呢，是由于这个转的速度增大了，所以它就怎么样，它就被这个离心力啊就甩到外边，飞机速度越快呢，它的这个降落的滑翔的轨道也要越长，是吧？那些小飞机啊，滑翔这个道路用不了太长，越大越快的飞机呢，它降落的这个滑道啊要长。你像巴西前两天发生一起非常惨的空难事故，是吧？就是跑道太短，那么这个跑道太短。当这个能量热能加速加进来以后，受热以后呢，电子的运转速度增大，所以它就用这个原先的这个轨道呢，无法容纳，所以它就外溢逃逸，进入更大的一个轨道。因为这个电子吸收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所以这个能量呢让它外溢。寻找更大的这个轨道，就我们把它称之为光子跳跃，是吧？一个质的飞跃，是吧？当这个电子形成了受热以后形成质的飞跃以后呢，它总是要恢复到原来的轨道上来。只要有机会的话，它就回位，就返璞归真。那么回来之前，它必须得把它所受的能量呢，要怎么样？要释放掉，释放掉这个能量，然后它才能回来。这种释放的能量呢，就是什么？就是光子，是吧？任何物体，当它们受到强烈的能量的时候呢，都会什么呀？都会发光的，这光子会外溢的，是吧？因为它要维持什么返璞归真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以前在美国魏玛大学教书的时候呢，学生们的脸上啊，那里呢有自己情愿来的学生，也有父母强迫他们来的学生，是吧？那些学生们自愿来的学生啊，脸上都是神采奕奕的，光亮，从这个非洲来的这个学生啊，脸呢就是很黑的，很亮的，是吧？那里也有白人学生，有黑人学生，那些尼日利亚来的这个黑人学生脸上炯炯发光，虽然很黑，但是发亮，锃亮锃亮，那些因为父母的压力被迫来到课堂上的学生呢，脸上没有光亮，OK，这是谁都能看出来的，脸上发光，尼日利亚学生脸上发光，而这个白人学生脸上呢，却没有这种光亮。暗淡。实际有一种测量光子的这种仪器，用这种光子测量计测量的话，一测量的话，这个学生测量的光子的这个频度都不一样，是吧？脸应该更亮一点。
什么情形下光子会更活动更频繁呢？当两个人情投意合的时候，是吧？一见钟情，哇！接受什么能量啊？接受爱的能量，爱是一种伟大的能量，是吧？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烫手的东西，但是没有比爱再烫手的东西了，是吧？热烈的东西了。所以说，爱呀，我们身体里边构成我们生命体的这些蛋白质，什么各种元素的这个原子呢，所有的这些原子都在运作，是吧？那么，当他们接受爱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会加速运作，是吧？加速运作，然后他们这种质的飞跃，然后光子开始外溢，所以你们身上就会有一种光亮，是吧？神采奕奕。所以说，当你们坠入爱河的时候，你们脸上。哦，你的脸上发光啊！啊，你的脸气色怎么这么好啊？啊，神采奕奕啊，就是任何人都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啊，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啊，可以感受到这种光啊，这种光呢，是不撒谎的，是吧？它会自动的跳入我们的视网膜里边，所以我们就会感受到这种光啊，这个人。很有光亮，这个人很暗淡。这是任何人都可以讲出来的，是吧？只要你眼睛是视觉是正常的，所以那些属灵的现象背后呢，其实都可以从物理学角度来讲，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属灵的现象和这种客观唯心和唯物的东西不是一分为二的，唯心唯物是一体的。所以呢。我希望我脸上有光彩，是吧？啊，真的会出现在大家身上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你们要期待你们自身变成这种有光的人，有神采的人。啊，别人说啊，这个人真是一个有神采的人啊，光明的人。啊，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人很有能力，是吧？能力充沛。有一种可以变化、感化人、变化人的能力，是吧？啊，这种能力，这种这个能力啊，会得到人家的首肯。所以，我们身上在不断的进行能量的交换，是吧？所以我们能够维持生命，就像电视里边啊，不断的有电源的供应。所以电视呢，所有的这个元部件可以发挥其正常功能一样。所以220伏的电压的电视，给它加上110伏会怎么样？那么电视画面不会出现。那么180伏的话，那么画面会很不稳定，是吧？就是我们人体也一样，我们人体的电压过低的时候呢，凡事都很厌倦。因为生命电能电压不够，电压不够是吧？电压不够的话，所有的生命机体呢就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所以有很多的杂音，画面也会浮动，啊，人体啊，我们虽然讲不清楚，但是电压降低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烦恼和这个杂念，真正的这个思想啊却捕捉不到。这非常神奇的，所以说电视这种电器产品的生命啊，取决于供应给它的从外部供应给它的电能。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对实际的电能也做一定的反应。因为什么？因为当生命这个能量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以后，这种生命能呢就一部分会转换成电能。那么我们生命体呢，接收电能的时候，也会对这个电能呢做一定的反应。比如说，抑郁症患者脸色暗淡，没有神采，也感觉不到幸福。其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脑细胞里面呢，有一个让我们感到幸福的物质，有一个让我们感到幸福的生命程序已经编好了，是吧？那么大家想一想，什么是幸福？幸福，我们所说的幸福感，我们感觉不到幸福的话，我们就幸福也无从谈起，是吧？那么幸福感里有很多种，第一，有这个内啡肽，是吧？喜悦。你没有喜悦的话，你就体尝不到这种幸福感，是吧？Endorphin 是喜悦，是吧？还有呢？幸福，幸福，喜悦归喜悦，但有一种内心的不安感啊。那么这还不是完全的幸福。那么有一种让我们感到非心里非常祥和的这种物质，就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 serotonin。serotonin 这种 serotonin 物质呢，可以让我们感到和平啊，让我们感到，当我们喜悦、祥和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幸福，是吧？那么幸福就这种物质，就这些吗？就这些因素吗？啊，不是的，还有的，还有一种物质叫 CCK。CCK 我们也称之为胆囊收缩素，是吧？啊，那么我们可以有一种满足感啊，知足常乐了，是吧？有一种满足感啊，我对我的太太、我的家人、我的生活都感到满足。我们家尽管只有这个32平米，30多平米的这个小套，但是我也能满足。如果就没有这种 CCK 分泌的话，那么你就是住在豪宅里边，你也感觉不到幸福，因为它里边生产这个产生这个 CCK 的这个基因机制啊没有被激活，所以说我们感到幸福的这种抽象的东西，其实都基于这种非常形而下的物质的基础上，这是非常让我们惊奇的东西，是吧？那么比如说 endorphin、serotonin 还有 CCK 这些物质，生产这些物质的程序呢，基因呢已经在我们身体里编好了程序，是吧？那么这些物程序呢，其实都是物质。由物质构成，是吧？所以说生产内啡肽的基因机制，还有生产斯拉托宁的基因机制，还有生产 CCK 的基因机制，在 DNA 里边呢已经这种物理化学的物质构成的基因里边已经镌刻好了。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这些基因程序能否被激活与否，是吧？如果不能被激活，当然这些物质就无从产生了。大家不觉得有趣吗？在我们出生以前已经让我们感到幸福喜悦，感到祥和，感到满足的这些物质已经注入好了，是吧？已经编好了这种幸福程序。问题就是能否激活它，能否启动这道程序。所以呢有的人会这样讲，大家看到有一个那个 Hia 就说只有两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但是他能弹很好的钢琴，弹得很好。这个小孩子你看呢，什么时候都是很喜悦的，很祥和的，很满足感，站在舞台上一点都不惧啊，个子很矮，是吧？然后这样啊，成天笑。
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里边啊，这种幸福程序啊，启动良好，运作良好，所以他的基因呢，生产这些物质啊，生产得非常好。是，这些物质啊，让这些基因能够运作良好啊，因为它从外部接受这种生命能接受得很好，是吧？它没有什么，不知道害羞。什么是幸福啊？幸福就是没有害羞感，是吧？没有这种恐惧，就是说，不怕鬼叫门，是吧？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感觉。所以说，我们新起点，这个程序啊，就是让你们的父母啊、成人呢、啊，放下这种面子，啊，那些城府很深的人呢，让他们重返天真啊。这就是我们新起点生命程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啊，所以说，越是返璞归真，越是能够找到童真、天真，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更充满什么？这种生命的能量，总是这样合计人家怎么想你，怎么看你，这样的话就不会幸福的。还有一种物质什么呢？叫松果体，说 melatonin。那么 melatonin 的分泌呢，和我们的睡眠是有关系的，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睡眠，是吧？那么如果晚上睡不着觉、失眠的话，这也是一大痛苦，是吧？所以说，它是控制人体情绪的一种化学物质，是吧？还有一物质呢，还有一种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这个物质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让我们感到这种兴奋的。比如说你们蹦极啊，就有一种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兴奋感，是吧？所以，人类追求这个多方面会上瘾的，没有多方面的话，就没有这种快感，是吧？所以呢，大家就会这个寻求这种刺激，过多的话就会上瘾，是吧？有的人打高尔夫上瘾，是吧？那么打高尔夫球就是挖几个洞，然后成天往那里边打，那变得你的人生的全部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不是把球打到洞里重要，而是什么重要？这种感动重要是吧？如果没有观众的话，一切变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再没有观众，对我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别人不看我，我自己内不是外边来的这种喜悦，而是从我内心里边涌现的这种喜悦，才是最重要的，是吧？所以年轻人寻求的是什么？这种外来的刺激，这种刺激越刺激越要强烈，是吧？感官的刺激，太在乎人家的掌声、人家的喝彩，而却忘却了自己为自己喝彩。是吧？当这种掌声稀落，人家不再注重你的时候，你就感到一种绝对的失落感，这也是自欺欺人，是吧？所以说，多方面这种物质呢，就是让我们感到这种内在的这种强烈的喜悦，我们就会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很浪漫的感觉。这个多方面分泌得很好的时候，就变得很有艺术细胞了。我们说是艺术细胞，就说明我们这个细胞里面有这种多巴胺分泌的很好，而身体呢非常柔软，思维也变得非常有柔软性，有弹性。所以说跳舞跳得很好的人呢，他们人这个多巴胺分泌的都很好。
如果多巴胺分泌很不正常的人，我们叫帕金森氏疾病，肌肉都萎缩了，是吧？身体变得很僵硬，是思维、感情变得也僵硬，行为也变得很僵硬，是吧？啊，你跳舞吧，啊，变得很僵硬。那么过去这个多巴胺分泌正常的时候，毛笔字写得很好，但是这个多巴胺分泌不正常的时候呢，变得很僵硬，毛笔字也写得写不好了。但这种五种物质分泌正常的时候，综合的产生一种幸福效应，是吧？还有一种物质，还有一个物质就是什么呢？啊，这个物质分泌以后啊，这个世界就是把整个世界都给你，也不会换，有一种极乐感，啊，有一种极乐感，啊，这种让我们感到极乐感的东西，啊，让我们感到极乐感的东西。那么，这个。多巴胺的这个物质啊，也会可以让我们感到一种极大的兴奋哈。但是这个兴奋呢是可以交换的、交替的，是吧？但是这个物质分泌以后所感受的极乐感呢，是用天下也换不来的，就是一种快乐的极限。这种物质我们叫 oxytocin。那么这种极乐感在什么时候可以感受得到呢？啊，什么时候这个奥西托辛会分泌出来呢？这种极乐感呢，是绝对的一体感，啊，一体感，就物我不分、你我不分的一体感，是吧？男人呢，很少能够有这种感觉。那么当一个女性10月怀胎，现在韩国那个曼联队访问韩国，那么我这看足球的时候，我个人比较喜欢足球，但是这些选手们呢，那么为这个足球啊，已经把他们的一切身家一切都押上了，是吧？你像朴智星这样的球员，如果没有足球的话，他的人生就没有他的人生了，足球就是他的人生，人生就是他就是足球，就是可以说足球是他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一切，是吧？像鲁尼啊，什么这个罗纳尔多啊，这些选手都是为足球而疯狂的人，是吧？我能够理解他们，因为我也是跟他们是同类的，因为我也深深的，这个沉迷于一种快乐当中，成天在做这个事情。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寻找真理，啊，寻找真理啊，求道，怎么样才能，用更简单的、更方便的，道理来阐明啊，怎么样才能更加明白真理，是吧？然后把这个真理呢，用最轻省的方便传递给别人，然后普度众生，这就是我的理想，我的追求的梦想。有的人可能睁眼闭眼追求金钱利益，是吧？那么我这样看，这些足球选手啊，他们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最幸福的那一瞬间，比如说朴智星啊助攻，然后罗纳尔多一记中传，啊，啊一记中传，然后罗纳尔多啊凌空抽射，进啦！
这个时候，朴智星和罗纳尔多拥抱在一起，互相祝贺。这个时候是我们俩是真是这个时候我们是全队的人都拥在一起啊，We are one，我们就是一体感，这就是一体感是吧？不分你我的一体感，这个时候男人们会感到一种幸福感。所以说，男人们在战场上，我们是一个，我们是一体，We are one，当这样行动一致的时候，死也无憾，为朋友两肋插刀了就可以。我要感受到这种快感。女人们，女性最幸福的这种极乐感呢，就在你们可能还不太懂是吧？你们还没有经验过，就是当你们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当这个第一个生命降生，10月怀胎，瓜熟蒂落，然后那就是我的分身。就是那个孩子不是别人，孩子就是我，我就是孩子，是吧？孩子和母亲之间没有你我的区分，是吧？是一体的。所以男人们呢，却没有这种一体，虽然有这种一体感，但是不如母亲那么强烈，是吧？所以在母体里，子宫里边，10个月的生活，那么从物理上的角度上讲，母亲和孩子是明明是二，是吧？但是，从精神上讲，从灵性上讲，他们是一体的。那么当他有这种一体感的时候 ，We are one， 就说万物归一的时候，这种奥西托辛分泌，感受到的幸福极乐感，是吧？是用整个世界换不来的喜悦。当你们真正感受到这种极乐感，就是说合而为一的极乐感的时候，天人合一的极乐感的时候，你们才会真正有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呢，很难追求得到，是吧？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非常极限的状态，是吧？所以呢，当你们登上这个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因为登上珠峰，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就说两间无一物了，是吧？没有你我的区分，所以说一起登山的这些队友们呢，那真是，合而为一了，是吧？所以说，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挑战极限。为什么要挑战极限呢？就是在这个极限的一瞬间，想要体会这个极乐的世界。那么，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啊，本性啊，就是原从这个极乐的世界慢慢丧失的，沦落到今天的，所以总是要返璞归真。所以，人类真正的极乐感呢，就是要创造生命的创造主与他合而为一，与天合而为一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极乐感。我以为我们是孤立无援的存在，是个孤儿。但是，当我们遇到母亲生我们的母亲的时候，和母亲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感到一种极乐感了。这种精神的极乐感。我们追求这种极乐感的过程，我们称之为信仰生活，是吧？那么甲本圣经去教会啊，这不是真正的宗教生活，宗教信仰，在我里面要有这种幸福感，幸福感让我感到这种幸福的所有的这些生命程序，让它能够启动，认识为我。编好了这个生命幸福程序的存在就是上帝，然后和这个存在呢合而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个时候才有这种极大的幸福感，是吧？所以是人和人之间所能感受到的这种就是奥西托辛所能感受的这种极乐感呢这种极乐感呢我们称之为高潮，是吧？高潮那么这种高潮只在男女的性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这种高潮，这本身是人类的一个悲剧，是吧？是吧？就是朴智星在这个英超联赛里面踢进一个球的时候，他这种喜悦感、极乐感，是这种
是快感呢，说不定会超越，男女之间这种性的高潮的，是吧？其实，在这相依为命的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呢，我们应该感受的这种 oxytocin。但是很多人呢，从什么角度，在什么角度上结束呢？也就在这个 endorphin，就内啡肽的角度，结束战斗是吧？不错，性生活好是好。那么其实性生活本身呢，是追求这种夫妻之间的一体感是吧？而却在这种快乐的角度，结束战斗的人很多是吧？还没有提高到一个层次。那么问你，你要性生性性，你要 sex 还要还是要毒品？那么很多年轻人选择提品，而性生活呢需要很大的体能，得下功夫是吧？但是毒品可能带来的刺激可能更大，但是他们不明白夫妻之间的这种真正的结合所带给我们的这种极乐感是吧？当奥西托辛分泌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极乐感，所以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幸福。要追求到这种层次上来，我们把这种奥西托辛分泌的这种性生活不称为性生活，称之为什么？真正的这种夫妻之间的结合，我们称之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性，性和。sex 有什么不同？sex 呢，就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碰撞，是吧？是肉体的结合。你们看这个性，这个性字怎么解？心生也是吧？这是什么？是心是吧？用心来碰撞，生呢什么？心里边有这种生命，用心来交互是吧？这才是真正的性，就天命之谓性是吧？就是说男女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吧？所以说大家翻开圣经看，大家会感受到这种奥西托辛，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人们都说什么成天什么性爱、性爱、性爱，是吧？但是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呢，那么把这种只有肉体的性爱和这种身心完全合而为一的这种性区分的非常区分的非常明确。那么圣经当中说，亚当和夏娃同寝，那么同寝是什么呀？同寝。所以说圣经翻译啊，有很多这个不到位的地方，所以说把男女之间的这种交媾呢，都翻译成了同寝。其实呢，圣经呢，原希伯来语呢，它不是这样的，分得很细。那么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英文版的圣经也分得很细。就亚当和夏娃的同寝，它没有翻译成同寝，而是什么？翻译成什么？是 Adam knew his wife，他知道他的丈夫，对，亚当知道他的妻子了，就知道两个人彼此什么知道了，OK，就是心与心交融了，心与心交融了，他们两个人心与心。交融了，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种性生活和心没有关系，只是肉体的结合，追求肉体的这种快乐，是 endorphin 的层次上的这种快乐，是吧？所以这种观念牢牢的被抓住，被这种观念牢牢的抓住以后呢，我们就体尝不到奥西托辛这个层次上的这种极乐感，合而为一的极乐感，是吧？所以呢。所以看圣经哈，看希伯来原语呢，
是不同的。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亚大，交媾用了"亚大"这个词，那么就是知道，知道的意思。知道就是什么？就是性，OK，知心为性。什么是什么？我们所平常所说的这种男女之间的性交啊，大卫就是犹太王大卫呢，有很多夫人，那么他们这个。兄弟之间的都是同父异母，是吧？有一个儿子呢，就是强奸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圣经里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这种强制的这种男女的交合呢，圣经。希伯来语用的是不是"亚大"这个词，是 "shakaf" 这个词，所以区分的非常明确，是 "shakaf" 就是强制的，结合是吧？所以说"亚大"是身心的完全统一的结合，而 "yadav" 呢是只是肉体的这种可以通过暴力来实现的结合。那么我有个就是病例就是。就是有个人患直肠癌，然后扩散到全身，已经医院已经无法医治了。那么这个他的大便呢，通过这个肠漏啊，然后从旁边排出，是吧？所以说很可怜，所以说每天呢要这个粪便袋啊要清扫，是吧？然后他来到新起点生命中心，听了这个道以后，明白真理以后，直肠癌完全恢复了，甚至把肛门也重新恢复了。所以这个肛瘘啊，这个人工肛瘘啊，也恢复了，是不用带这个人工肛瘘了。所以他一有时间的就说，能不能见我一面？有一次，我在汉城见了他以后，两个人说话的时间长了，然后我们需要休息是吧？然后他为我找了一家宾馆，他不说晚安，而说什么？他说今天晚上你们夫妻亚大吧，这样才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不会有羞耻。那么男女之间的这种性爱为什么变得羞耻呢？因为只从肉体的角度，肉体的角度、物理的角度、动物的角度来追求它。那么动物之间，甚至连动物也需要这种默契，但是人连动物都不如，动物之间的默契层次也达不到，是吧？所以说，真是禽兽不如的，不如的就是我们人。就是我们是按照天的形象，是吧？天命赋予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性，而我们却违背了这个性，说背弃了上帝的形象，上天的形象，沦落的不如畜生，是男女之间的交合，一阳之谓道，我们却把它沦落成不如禽道，不如兽道我们就感受不到这种和上帝和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这种一体感带来的极乐感，所以我们沦落到什么啊？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吧？有个青年这样问我，就说：“上帝不是给了我们生殖的本能吗？这种本能我们想要这个过性生活，那么这怎么是罪呢？这只是从什么角度认识性？就是夏卡尔夫，就是肉体结合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性，所以说他不懂得这种更高层次的极乐层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的这种性，所以你们提这种问题也就情有可原了，是吧？所以呢，当这种奥西托辛分泌，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极乐感天人合一的这种极乐感，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对这种本能的这种最原始的这种快乐的追求感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它，
然后向着这种一体感呢，要不断的追求，是吧？所以说，中国古人、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极乐感，我们已经丧失已久了，是吧？我们现在停留在这个多方面的这种快乐的感官的层次上，所以这已经极大的堕落了。我们称之为罪，是吧？所以没有上升到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极乐的感，在这种肉体的感觉上。就是止步不前了，满足了，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到悲哀的事情，是吧？创造主为我们安排了什么？与他合而为一的这种极乐感，而我们却不知道有这种层次的快乐。所以呢，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是为我们惋惜，替人惋惜，是吧？而人却大言不惭地说人是万物之灵长，其实人性、人的灵性丧失殆尽。所以当你向对方表现爱的时候，那么这种爱升华到极点，就是男女之间的身体的结合，身体的结合，就圣经说男女要合而为一，就说这个天命之谓性，这种男女之间的这个性也是什么？是上天安排的，是吧？你们要通过这种结合彼此了解对方，彼此认识对方。当你们在夫妻之间的这种结肉体的身心的结合当中所感受的这种快乐，这种奥西托辛层次的快乐极乐感，当你们感受到这种极乐感的时候，你们才能感受到与上帝、与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合而为一时的那种极乐感，是吧？所以说夫妻之间的这种性生活的极乐感，就是与上帝、与天人合而为一的极乐感的一个很好的写照。所以过去中国人写这个创造这个汉字的时候啊，已经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已经多么接近了上帝的思想，是吧？和上帝的思想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说比我们的灵性、比我们的思想境界高的不知有多少倍的人创造了这个汉字。而我们今天呢，却把这个高尚的文字、高尚的意义呢，却把它作践了，作践成肉体的这种胡乱结合的层次上了。所以我们要从这种低贱的层次里要升华，是吧？升华到这种高的层次上，天人合一的境界上来在这种没有生命的、没有灵性的这种层次上飞跃到有生命的层次上、有灵性的层次上。所以这种没有生命的这种结合呢是不断的把我们带入死亡的阴沟里。只有我们把这种结合上升到天人合一的生命的层次的时候，当我明白这种结合带我们各种的极乐感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有一种幸福感。当这种六种物质同时分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从里边涌现的喜悦感和幸福感。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能量会极大的充沛这个奥西托辛带给我们的这种一体感，当我们体会它的时候，我们身体里就会有什么？就会有电能感，是吧？哇，有一种这种极大的这种兴奋感，像电流涌动。对，所以大家真正的这种幸福的、美丽的这种幸福感的时候，女人就会怎么样？女人就会有一种非常巨大的释放感，是吧？这个时候，女人会怎么讲？就说我是你的 ，I'm yours， 我是你的，你和我是一体的，不是两个，而是一个。这合而为一的，是吧？在这一瞬间就会体会到什么真正的一体感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两个人之间再没有你我之分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两间无一物、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吧？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得到，每个人都要追求的境界。
而真正的这种奥西托辛呢，和我和啊和我和我的分离是吧？和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分离，重新啊合而为一的时候，那么这种奥西托辛会分泌出来。这个生命的程序就是这样安排的，是吧？所以我们要追求和生命真理的啊和睦，是吧？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吧？Atonement 就是合而为一的境界。天人，上帝与人类，上帝与万物合而为一的境界啊，这种境界带来的喜悦就是极乐的快感，极乐的世界，是吧？所以至少李香九这样的一个人最喜悦的时候是什么喜悦呢？就是当我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当我明白真理的时候，悟到真理的时候，哇啊，这种了悟的境界带给我的喜悦啊，是一种极乐感，是吧？是一种极乐感。所以呢，夫妻之间的这种极乐感和幸福感，超越这种男女之间的幸福感的人呢，啊，他会追求这种更大的这种快乐，是吧？就是真理带给他的快乐，天人合一带给他的快乐，这是非常美妙的。那么人呢就会追求自己认为美的东西，追求自己认为善的东西，自己给自己带来极乐感的东西，是吧？这是人之常情。Okay. 那么当高尔夫球被打入洞里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啊？这种幸福感，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极乐感，是吧？但是，这是靠外在的东西，还是靠外在的刺激？和上帝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和妻子合而为的感觉，不需要观众，不需要人家的喝彩，自己为自己的生命喝彩，啊，这是绝对的，内在的，别人夺不走的，是吧？所以这种幸福感，啊，就是我们生命的最根本的动力，是吧？所以赋予我们人类这种生命的能量，这种幸福感，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就是什么？就是真、善、美和信、爱、望。这种宇宙的信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就会激活我们身体里面已经镌刻好了的生命的程序，是吧？真理，当我们感受到真理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带给我们的这种极乐感。所以说当这种真善美的东西，宇宙信息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这些幸福物质就会被激活。所以孔子老夫子是怎么讲的？说朝闻道，夕死足矣。早上我悟到了真理的话，真正的悟到了这种天人合一的，感受了天人合一的这种极乐感的时候，就是即便死了，又何足惜？又有什么可惜的呢？是吧？所以说，要用生命的角度来理解所有的现象，要从生命的眼光看待你们自身。所以呢，我们呢，电视机啊，是电器产品，离不开电，而我们是离不开什么？所以那些患有这个抑郁症的人呢，用电击治疗，给他电击治疗以后呢，这些意识的这些基因呢会被激活，这些物质呢会意识的激发出来，那么抑郁症呢瞬时间就是烟消云散。但是这不过是什么？不是暂时的、一时的，是吧？靠外在的刺激，强烈的刺激，里面没有真理，没有喜悦，这是靠意识的能量冲击，
恢复的暂时的正常现象，而我们里面呢却有更高层次的生命能，我们称之为真理，是吧？善啊，美，真善美的事物，信爱望啊，那这样的生命能，我们要补足这样的生命能，和这样的生命能合而为一，是吧？啊，当这些生命能，真善美的生命能，我们称之为什么？能量，我们东洋称之为气，是吧？电气，是吧？啊，我们是生命，生命机体需要什么？需要生命的气息，是吧？生命的气息。所以我们身体里面要用生命的气息充满，当生命的气息充满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做了非常科学的分析。那么大家看圣经创世纪就说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人，创世纪二章七节，从化学物理的角度，我们不过是一把尘土，是吧？这尘土里边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个生气就是什么？生命的气息，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就是我们是一个灵性的存在了。那么没了这个灵性，人可以活，但是活的就像行尸走肉了。英文圣经更明确一点，是吧？Breath of life, 生命的气息吹入鼻孔里 ，and became a living being. Living being 是活着的存在，是吧？啊，尘土呢就是尘土，是吧？人死了要归一把尘土，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入土为安。那么这把土为什么能够活灵活现呢？就是因为有生命的气息，一气呵成，是吧？所以这个一旦尘土被一气呵成以后呢，它里面就有一种灵性，有一种天命，是吧？那么这个天命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本性性能，是吧？那么按照上天赋予我们的这个性能去生活，我们就叫什么？就叫道。所以说生命气息是从哪里来？就是从创造生命的上帝那儿来啊。上帝哪儿来？从这个生命的气息从上帝哪里来啊？这非常重要。上帝怎么吹，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是吧？那么吹进来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在看圣经的时候，这个单词我不会轻易放过，是吧？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如果上帝用尘土造人，嗯哼，那么他还是一个跟一把土没什么两样，是吧？那么上帝呢？上哪儿去弄点水，然后浇点什么土啊，弄点做成什么像狗皮膏药之类的膏药，然后把这个一把尘土的物体上，然后抹上以后，人就活了。那么生命的根源就在哪儿了？就是那个膏药上了，是物质上了，是吧？那个如果说就是一把土上，上帝用弄几个果子，然后磨成汁儿，然后给它倒入水里边，那么如果这个亚当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的根源是哪儿？这个果汁儿了，是吧？说给他弄点这个谷子，给他吃点谷子，他那谷子就是生命了。
啊，上帝就是为了让我们打消这种念头，所以上帝没有用任何的东西，从无生有，将生命的气息吹给他，气息吹给他，那么两间无一物，万古一呼吸。那么我们鼻孔里出入的这个呼吸和上帝吹给我们的这个气息本来不二，是吧？是一体的。只要我们有生命的呼吸，其实我们已经是什么啊？不管你愿不愿意，已经是天人合一了，是吧？当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极乐感了。所以这个气息从上帝里边出来，然后进入我们里面，这就是合而为一的感觉，合而为一的经验经历，是吧？是吧？把我里面的啊注入到对方最深的地方，那么这就是爱，是吧？就是爱，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事实，是吧？所以说将上帝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所以只有圣经呢，在这个世上只有圣经啊，将这个生命气息的出处啊，做了最明确的表述，是吧？最准确的表述。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他在这里做了最明确的最一针见血的阐释。如果你不认定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无法解释生命现象，那么生命这个概念变得非常模糊。所以生命这一词啊，大家不要把它绝不能乱用，是吧？大家这样想一想，比如说这里有两台电视机啊，这回比如说这个电视，问这个电视，哎，你是电视吧？是。你认为生命是什么？这个电视怎么回答？你说李博士，你看，你不是在看吗？你看上面有画面，是吧？啊，还滚烫，还有声音，这就是生命，是吧？大家认为这些现象是生命，是科学家所说，这是科学家界定生命概念的方式，是吧？就是大不列颠科技百科词典对生命下的是什么样的定义呢？就是把科学家们对生命的现象做的最终结的 ，the life is 生命就是物理的、化学的各种反应的总体现象，是复合的物理、化学、电能反应的什么啊？反应的总和。那么和这个电视机讲的一样，你看这不有画面吗？不是发热吗？啊？不是有声音吗？这些不就是生命吗？他不懂什么，这些所有的反应，其实归根结底是电的反应，是电能带来的反应现象，是吧？他没有认识到电能，对吧？然后我就问这台电视机，你认为什么是生命？是啊，我也搞不清。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入我的体内，然后我的身体也开始变暖，然后出现画面、声音，啊。那么我身体上出现这样那样的反应，那么有一个使我产生这些反应的东西进入我的身体里边，它好像善于观察，是吧？所以我就说，啊，那就是电。进入你身体里面，让你身体里面呈现的这种现象的东西就是电。那么这个电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就要问，是从发电厂来的。
那么这个电呢，这电视机呢，啊，就是明白一些道理的电视机了，就是啊，啊，是有发电厂，啊，是这个电能顺着这个电线，然后进入到你的体内，啊，明白。你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这个世界上，所谓的那些科学家们，才停留在什么样的层次？停留在，这些现象是生命的这种现象，是吧？层次上，他们认为生命就是这些现象的总和，嗯哼，这种现象的总和，而且还自以为是，自以为是。这就是现代科学的蒙昧处，啊，他们对生命呢，其实是了无知觉。嗯，好，还可以怎么讲？啊，比如说有个人拍死了一只蚊子，他说我拍死了生命，不是拍死了生命，是吧？生命也是拍不死的，是吧？啊，那么拍死一只蚊子，你说拍死生命是说什么？说拍碎了一个电视以后，你是把电能拍死了一样，生命本身也是拍不死的，是吧？生命能量本身是不生不灭的，是永恒的。那么你破坏了一个电视，就是破坏了一个生命体，拍死了一个蚊子，就是破坏了拍死了一个生命体。所以我们对生命下的定义越复杂，其实越是南辕北辙，是吧？本末颠倒。所以说大家不要被那些现象所迷惑，所谓的现象，有引起这些现象的最根源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气息，是吧？生命的能量，宇宙有一个伟大的生命信息，这个信息就像我们昨天我讲的这个电视，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个手机很漂亮，是吧？嗯，这里面有可以非常复杂的这个电路，还有这个程序，是吧？预先编好的程序，那么一个程序呢，就要靠电波来激活它，是吧？大家通过手机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是吧？啊，对人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你们懂得手机的原理，却不懂得人体的道理，啊，其实都是一个理。都其实都是一个理，所以甚至我们有时候水是我们的生命，那么这已经死亡的身体上再怎么浇水，它也不会复活的，是吧？水就是水，水是维持生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生命。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是安全带是我们的生命。他不懂得什么是生命，所以他们乱用生命一词。安全带不是我们的生命，是吧？所以呢，你们要在座的诸位呢，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啊，要追求生命。当追求真善美的生命气息的时候，你们的生命才会真正得到彰显，得到荣耀。啊，当你们没与这个生命的气息阻隔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气绝，气绝你叫身亡。什么时候我们会气绝呢？就生命的气息被阻隔了，无法再进入到我们里面，啊，是吧？当生命的气息完全被阻隔了，我们就会气绝。那么这种气，没有被完全阻隔，被阻隔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电压就会降低，我们称之为，哎，这个人这么有气无力呀，啊，是吧？所以感觉不到真善美心安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气，有气无力，是吧？所以说当生命的电能，生命的能量充满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力量在涌动，是吧？我们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当你们被这个最要好的朋友欺骗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种非常伤心的感觉，是吧？
这种假丑恶的东西让我们泄气，真善美的东西让我们充满着生命的气息。所以当你们这种恶、假丑恶的东西阻碍真善美，是吧？所以说，当我们里边这种假丑恶的东西占据我们的心头的时候，就阻隔了生命气息进入到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很快的会死掉的，是吧？所以说，生命气息的本质就是真善美，真善美，性爱望，大家要追求这些最本质的东西，你们相信它，信靠它，要有信心，这样你们的生命才会重新找到真正的能量的源泉。所以当你们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生产幸福物质的这些基因呢会被激活，然后有一种无上的幸福感，再也不用外求，是吧？从我们里边涌动的这种幸福感，所以说所有的生命机体呢都会为你欢呼喝彩，从物理学、医学、心理学、哲学、神学，各个角度来讲，其实都是触类旁通的，一脉相承的，我们要把它，都把它，统合为一，是吧？不是支离破碎的啊。所以说，得到了就世事无碍，理事无碍了，是吧？再也没有什么阻碍了。所以说，当大家确立了生命的人生观，生生不息的人生观的时候，就把这些所有的支离破碎的东西世事有碍、理事有碍的世界上，从这个世界上重新恢复到融会贯通，理事无碍、世事无碍的境界。OK，所以大家认识自己的生命也是支离破碎的，所以大家的生命呢，也被弄得支离破碎，是吧？所以，当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整合成生命体，那么生命的程序就会就像电脑里面的程序一样会被激活。我真心的希望，在这个短暂的几天时间里，大家能够真正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找到真理。